王一博，很高兴能够成为炫迈品牌全球代言人。美味持久，酒到离谱，和我一起一炫迈，根本停不下来。非常的激动，能够成为一炫迈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别开玩笑了，看状态。支持让我们能在这里相遇，大家记得继续支持支持陈情令。你们配得上优秀的你们吗？缺一点酷。如果这期发的话，粉丝会发什么弹幕？不知道，还是不会是我吧？他们也没别的吧？